more content. We'll provide you with more first-hand experiences of life and business in Shanghai, and more stories showcasing everything China has to offer. We're here for all of our view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hanghai and China.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We are changing. We're leveling up. And there's a lot more to come. From ICS to Shanghai Eye. Join us for more. This is Shanghai. This is SMG International.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20: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那市场呢，在昨天经历了高开低走之后呢，今天市场非常关注进一步的动向，指数开始分化，整个成交呢是降到了1.78万亿的水平。我们说在政策的指引之下，市场的节奏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呢？还有就是今天盘面当中有一些前期的热点开始分化，而一些新的热点也开始涌现，我们在短线操作当中应该注意哪些策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三位嘉宾给出的分析。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陈敏，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还有在线上的来自江苏百润银的周子吉，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内容，互相交流。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大盘是缩量震荡上涨，那两市成交呢1.78万亿，比昨天下降了4000亿。盘面上呢热点是比较散的啊，而且轮动也非常的快，赚钱效应仍然集中在中小市值的小票当中。全天呢，我们看到消费当中的吃喝玩乐题材呢继续领涨，益明食品已经连拉12板，像百货商超还有零食预制菜涨势都非常的良好。另外呢，像医美、宠物、旅游、短视频等细分的方向呢也是有所表现的。而受益政策的提振，上海国资改革概念股全天强势，多只个股涨停。那科技线 AI 应用呢也是继续的轮动表现，不过呢大金融表现不振，保险银行的跌幅居前。这是今天整体市场的交易情况，我们来看看就今天的变化我们的嘉宾有哪些最新的观点。那陈老师刚才也提到了，这两天啊大家说还有政策来，所以呢在这儿呢边等政策边在找机会，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您觉得在政策的这种节奏状态之下，昨天的高开低走和今天的缩量在这儿热点开始挖掘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会有哪些演变呢？我是这样考虑问题啊，这个政策看政策主要是看超预期还是低预期，那么市场呢就是看在超预期或者低预期的情况之下呢，市场的表现的是否相符，跟政策力度是否相符。那么从昨天的政策来看的话，市场普遍是认为超预期的啊，特别是这个货币的这个供应量的问题，就是宽松度的问题，应该说是属于超预期的。那这样的话，在相对而言，昨天的走势高开低走，昨天高开正常，因为晚上的 A50 本身就涨很多。对。那么高开正常，然后高开低走的相对比较弱一点，啊，单看昨天呢，我认为不是，就相对于政策而言不够理想。那么它可以修复，就是说以前我们也看到过政策第一天，然后市场由于短期上冲太快嘛，就回落了。然后往往一般第二天再来个阳包阴上去 ，OK， 没问题，再重新这个进入到这个上升的这个轨道当中。但是今天表现我认为一般般，从指数而言啊，因为涨得不多嘛，尽管是涨了，但是涨得不多。所以说把昨天和两天，对，昨天今天两天合在一起，相对于出的政策讲，政策非常好，市场一般般，不理想。这就是我对比的结论。这样的话，除非明天能够来个比较长的阳线把昨天那个盖掉 ，OK， 我今天就啥都没说，只当我今天没讲啊。那么假设明天做不到这种阳包阴的话，那么我大概率的认为
距离调整的时间可能不太远了，因为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大家都在等这个政策，都知道嘛，十二号这个前后陆陆续续会出很多政策来，大家都在等。那么好的政策一点点兑现，那么市场如果表现出没有上冲加速上涨的话，那往往就可能会出现修整。这短期来讲，长的来讲我观点不变，啊，就上次也是这样的，我长线看好的，或者说我是看好明年的。我是认为其实看好没有别的理由，就是一点对我们管理层的信任，或者相信我们管理层能够把市场能够把经济恢复起来，也能够把我们的股票市场这个弄起来，所以长线我是看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就是即便十二月份出现震荡调整，从战略意义上应该也是买为主，就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只不过短期这个市场冲得太快或者是不理想的话，那么就尽量不要去追涨。那我的买的动作就是，你涨了这个不跌我不买，跌了我才考虑买，那么涨得快呢，我还考虑可以做一下差价啊等等，这只是我现在所这个对应的策略。然后剩下上次也讲了，要等到一月下旬，那么相对比较明朗以后，可能是更好的市场的上涨的那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嗯，那其实您觉得整个中长线是没有变的，短期市场如果政策反应不足的话，有可能在这儿政策给出的这种托举的力量就不够，对，那么市场就可能进入震荡，震的一个状态。嗯，但是底是有底的啊，就是这个位置，只不过是上涨难，对，是吗？对对，回下来又是机会嘛，涨得多了就会回得多再涨嘛，可能会出现一些震荡。嗯，来看看汪洋，您一直是看技术解读的，那这两天我们说因为政策指引，这个技术还起作用吗？你的技术解读当中给出的未来结论是什么？嗯，其实我们认为所有的就政策面的这样子的一些信息其实都还是包含在这个技术面里面的，包括量，特别是量价这一块。我们看到昨天的话3500点为什么冲不上去，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可能出了太好了，就是这个虚的这个目标政策出得很好，但大家更多还是要关注一些就是落地的这个方面啊。所以说从政策的这个效果上面来看的话，可能很多还没有跟上这个节奏啊。因为我们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野拉到我们前年的大概七月份到去年年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在3500以上是有一个 M 头的，那个是位置的话量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认为一口气去突破3500的可能性是比较低。我们可以看到是已经突了三次了，对吧？10月8号突了一次，11月8号，对吧？也是高开3500点回落的，也突了一次，然后再是昨天的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三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相似的这么一个概念啊，都是高开回落啊，当天都是高开回落，但是分歧就是在第二天啊，因为我们从10月8号来看的话，第二天是低开以后直接回落的，但是11月8号是低开反抽，但是也是回落啊。那我们觉得这一次来看的话，回落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它的斜率是要比前两次是要低的啊，力度是要比前两次要低的，主要就是因为在10月的下半个月这个时候，包括前面也是回踩到了大概这样子的一个位置，这两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是有比较明显的支撑，主要是由于新的资金啊，包括特别是主力资金换仓也好，新的主力资金的机构的介入也好，我们都认为在这个地方都是有一定的支撑。而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的测算来看啊，这个新的机构的持仓建仓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来看的话，大概是在16到18啊，16到18。一般来说，通常主力建仓到接近30%的时候，它就可以去往上面去慢不断的垫高了。所以说，在15到18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可能还有就是还没有完全上车的时候，所以说看到利多消息，它反而想往下打，他想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利多可能出了不足啊，或者说短期里面利空出尽啊，让散户再抛掉一点，他下来还能接，但是这个接的话就不会在原来的前面的那个水平上面，可能会上浮个2%，这指数层面会上浮2-3%的这个点作为一个安全垫的这么一个边界啊。所以说我们认为短期会有回落啊，但是它的一个斜率是向下的，而可能比陈老师相对更乐观一点，可能觉得12月的中下旬到1月份的中旬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转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嗯，这个两位观点上在短期是有碰撞了，是吧？那可能在时间上，这个陈老师更向后移一些。汪洋呢觉得可能这个启动的时间呢要更早一些，这个震荡可能会被缩短。我是这样觉得，时间啊，就是越靠近一月中下旬上涨的可能性就越高，这是我的观点。离那个时间点比较远，比方讲现在还大概还差一个多月的时间，40来天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作为
这个主流的资金也好，或者不要像我这种人也好，就不愿意太冒进。那么稍微往后等一等呢，那么安全系数就会高很多。所以越靠近那个时间点，上涨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一些。您是更着重考虑风控这个状态，可能汪洋呢就是从技术上政策上就是到了，你觉得这个火候到了，但是那个陈老师觉得火候还欠一点，是吧？就是这种震荡啊，换筹码啊，风格变化，我主要是小，我是觉得不急，因为我是觉得说别人也应该不至于说现在过于冒进的来做些什么，因为毕竟还有那么多时间要等嘛。所以说既然不急的话呢，我就不着急往上去追。那有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你有机会回，那我就进，有机会回我就进，就慢悠悠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头，不着急。那当然你要是跑短线做现在热点的，你刚才说吃喝玩乐的做这些东西，那另外一回事儿，对吧？我只是说战略上是这样的一种思想。那其实陈老师刚才有人总结了您的一句话，说陈老师的观点是春节红包行情。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在线上的周子吉。周子吉，大盘今天缩量上涨，对后市如何预判？谈谈您的观点。其实昨天那个高开低走的那个假阴线啊，我觉得对市场信心的杀伤力还是有的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10月8号那个高开低走之后的走势啊，包括11月8号高开低走之后的这个走势。所以我觉得从短线角度啊，可能会对市场信心它是具备一些这个影响的。还有就是今天虽然反弹，但是反弹的力度不够啊，因为它并没有切入到昨天那根假阴线的一半以上。那么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想有一个有力的反弹，今天这个阳线是吧？我们就不说什么阳包阴啊，就是我觉得你至少要能够切到昨天那个阴线的一半的那个位置。但是，在我看来，今天反弹的力度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认为短线指数层面还会有一次震荡，就是可能还会要往下去探一探，比如说明天啊，还有包括后天，对吧？短线可能要探一下，但探一下往下的这个幅度呢，其实我也并没有看很低啊，可能更多是我这个明天踩一踩，我后天再反弹一下，然后我再踩一下，我再反弹一下，它可能会采取这种震荡交替的这个走势啊。就指数我觉得还会有回踩，或者说还会有震荡，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悲观啊，因为到了年末了，可能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还是在等那个政策的一些这个预期嘛，是吧？我们说要稳楼市、稳股市，那你这个后面细则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就大家还有期待，就是还有第二个年末的话，一般来说主题性的一些机会比较多啊，什么会议啊，包括1号文件啊、年报啊等等，所以可能指数还有震荡，还有回调，但是我认为个股的机会，其实在我看来是不缺乏的，就是接下来可能啊，就是还会题材股去表现啊，因为年末是我认为是有题材可以去炒的，所以接下来指数呢。一句话总结一下吧，我们可以采取一个轻指数，那么去重个股的这么一个策略。好的，好的，谢谢周子吉的分析。那陈老师，我们回到我们现场，就是今天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消费的这个状态啊，像预制菜啊，这个方向，可能跟我们以前说的这个白酒啊，就可能不太搭界了啊。那我们说这种新消费未来的这个挖掘，能不能更深入一些？您的观点？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之所以这些东西走得好，不在于说是预制菜还是白酒，其实当然从现在的这个增长的情况来看，预制菜要比白酒来得好，年轻人更加喜欢预制菜，而且吃这些预制菜的人的量也是越来越大。谈到食品的话，我记得在前年时候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是得到的结论是在食品行业的各个子行业当中，预制菜是属于相对最赚钱的一个行业，我不应该说食品，叫餐饮行业当中，预制菜是最赚钱的一个子行当。那当然它有它的好处。那这两天股票的上涨，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去比较预制菜还是白酒，不是这样比较的，应该说是比较了消费中的大小盘更加合适一点。涨得多了，你像刚才你说那个益民百货，它属于百货业，对吧？益民12个涨停板起来以后，今天的感觉是跟吃相关的所有小票都开始多多少少开始不动的样的那种，就这个轮动，不叫轮动，应该叫起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开始往上拉了，因为领头羊的示范效应太强所造成的。那白酒不动是因为白酒盘子太大，就是大家所说的公募基金是不相信也不信公募，就这样状态，所以公募基金那边不会做这大动作，而小的票当中，游资以及我们散户朋友的一起的努力，
股票就活跃了。那这样的状态呢，我想这样提醒大家，就是第一个，全面这个开花以后，距离顶峰也就时间上不远，当然补涨的东西还可能还会涨几天啊，这是第一个。所以说在你做这个热点当中，就看到了全面开花了，那么你的神经就要开始绷紧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领头羊一定要盯住，领头的一定要盯住，一旦出现拐头，大概率就是跌停，那个个股大概率就跌停。那么它一旦跌停的话，我们不是说你不一定手里有领头羊的嘛，那么其他的股票可能就会有反应。当领头羊停下来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到个股，其他的个股上是不是该考虑获利了结，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嗯，其实您刚才也说了，这个领头羊它的这种标杆作用，还有给我们在市场操作过程当中的参考作用非常大。对啊，这是您的提示啊。那汪洋，我们看到啊，机构重仓股现在还是按兵不动。我们说从第一阶段924以游资主导的行情到现在，它的这种风格变了还是没变？有人今天说没变啊，还是 AI 应用啊，前面是机器人，后面 AI 应用。但也有人说变了，因为红利啊，包括一些国企啊，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机构的这个阵营。但您的观察，它到底变还是没变？其实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做短线，做一些机会抓取，短线机会抓取的话，其实还是要避开我们机构重仓股的这么一个方向。因为很简单，主力在拉的时候，他也怕这个给主力抬，给前面的这些重仓的这些基金去抬轿子嘛。所以说确实还是要避开的。但是我们觉得它只是在小票的这个节点上面会做一些避开，比如说特别大的，或者说认同度特别高的，有一些权重类的，不管是上证指数也好，创业板指数也好，这些权重类的，其实就算主力资金这个机构它是有重仓的，它其实还是会该怎么做，还是会怎么做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从热点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热点都是三四个一起上，然后三四个一起没有啊，所以说这个热点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11月8号前面那一天，就中阳线的那一天，我们看到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那天我们觉得是一个诱多，所以说每次看到热点多热点然后再做的时候，其实不是非常好。我们反而觉得这两天热点慢慢开始减少，但是还是有热点的情况下面，如果这个热点有2到3天的这个延续性，反而是热点这块可以把人气再次带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就是松散和集中的这么一个区别啊，这么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者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就是一方面最强的股票是强者恒强，第二方面就是如果要去做压回的，还是权重主板权重的这个方向可以去做一个机会的一个抓取。我们衡量的标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说9月30号的收盘价，我们会发现今天涨停板这一板啊一板的这些股票，我们看到绝大部分都是回踩9月30号收盘价附近，然后再开始往上勾着第一根啊第一根，所以说还是依旧是以这个维度作为我们看盘的第一个标准啊第一个标准，只不是说这个标准是10月8号以后这第一个时段就开始这个股票就涨了，还是说最近开始涨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啊，这是我们觉得如果大家是做压回低吸的，还是这个标准，做热点的就是它的热点的延续性如果超过2天了，那么可以去做一个加的这么一个状态，它是一个火箭发射式的，它外面会散出很多，但是核心还是会顶在一个天上的状态。就说你现在观察整个市场，其实市场是有主线，对，而且呢是那些资金在寻找个股过程当中呢，也是看技术的。对，这是您的观点。是的，您刚才是提到9月30号是一个标杆，对，就是压回到那个位置当中一些票，只要跟热点一蹭，马上就飞起来。是的，这是您观察到的啊、哦。那大家有什么在实操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啊。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周子吉。周子吉，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盘面后续的这种市场风格变化可能啊，有哪些板块上的一些关注呢？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好吗？其实我在10月底的时候，我来做过一期节目啊，那当时我是给大家梳理了3个方向，因为我觉得你要看方向，或者说看后期热点，就我们从大的说啊，就是我觉得是要结合政策导向和这个经济的一个导向的。所以当时是给大家梳理3大方向啊，第一个是稳增长这个方向啊，这里面是以房地产链为主。那么第二个方向是提高经济效率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说了这个，这里面主要是科技嘛啊，包括机器人，包括低空经济啊这些方向。
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促内需啊，促这个拉动内需嘛，促消费，就是大消费。其实我们看到，从10月底到目前为止啊，那已经有1个多月了，但是这市场的热点虽然说它有轮动啊，它是有轮动的，对吧？然后有退潮，然后呢有上涨，但它始终是围绕着这三大方向去进行的。就我认为，稳增长包括这个科技，还有就是说消费，它是市场的一个主线的一个方向啊。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它可能会有轮动，但是我觉得它不管怎么轮动，它始终是在这三个这个主线方向内部去进行。然后的话呢，就是你手里面如果说是有这三类方向的股票，比如说今天消费，对吧？什么食品饮料啊，包括酒店旅游啊这些品种大涨。如果说你手里面有这些这个主线方向的品种啊，那么如果说涨幅过高，我认为你可以把这个仓位减一减，就是你把成本降一降啊，做个差价嘛，是吧？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大盘我看短线可能是要回调的，是要去洗一洗的，所以手里面有这三个主线方向啊，手里面而且已经大涨过的，你可以减一减啊，把成本价降一降。那如果说没有这三个方向的这个品种呢，其实那接下来如果说大盘出现洗牌也好啊，或者说震荡也好，那我觉得你是可以去找一找这个低吸的这个机会的。那么，另外的话，后续的话，就是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讲到这个消费股嘛，是吧？消费股，我其实10月份来做节目，我就看好它了啊，因为消费这个方向，它是符合这个扩内需，对吧？扩内需这么一个这个主导，而且在近一段时间，我们也都知道它是有国补啊，包括呢发放这个消费券啊，消费股本身它是有政策利好的，是吧？但是我们在做方向的选择，我们要注意啊，就是消费这个方向啊，它包含的子行很多的。我们说大消费嘛，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啊。它里面有这个可选消费，就可选消费它是什么？食品饮料，是不是啊？包括呢像这个白酒啊，像这个家庭的一些常备药，这是属于啊，这属于必选消费啊。必选消费包括食品饮料、白酒和家庭的常备药。那么可选消费里面它包含的行业就很多了，什么家电、汽车啊，包括消费电子、旅游、酒店。这些都属于这个可选消费。那么当下我们去选股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结合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年报的预期啊，就是因为在国补之下啊，在这个消费券之下，那么在对这都是对于家电行业啊，对于消费电子，我认为会对他们的4季度的业绩是有提振的啊。就拿我自己来说，前段时间有国补嘛，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新的笔记本电脑。啊，包括我的这个同事嘛，因为有这个国补嘛，他去买了那个机器人，就是那个扫地机器人，所以我觉得在国补之下，那可能会给家电，包括消费电子他们的一个4季度的这个业绩会带来提振。所以从目前的这个走势来看，那可能一些消费电子啊，包括一些家电股，他们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也并不算特别高吧。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里面的一些行业龙头啊，或者说是一些超级品牌啊，这些公司，好的。好的，谢谢周子琪的分析。那陈老师，我们再回到现场啊。刚才有人留言了，说最近别说机构的票没动，机构的小票还是可以的啊。这可能跟我们行业板块的这个现状，就是有一些最新消息有关啊。对，机构的票其实也并不是都没动嘛，对嗯。吧？机构的票，如果说，就看今年上半年走得比较强的，也是没动，类似于像什么能源没动啊，银行没动啊，就所谓的红利指数的那部分都没动。但反过来讲，如果你把创业板按市值排名，啊，还有科创板也按市值排名，就从大到小排名，你会发现，不论创业板也好，还是科创板也好，它是排名靠前的10-20个当中，基本上都是机构票。但是这批东西里边涨的，在整个这2个月里涨幅巨大的不在少数，啊，不在少数，涨了100%多、150%的，还是有相当一批的。所以说，你不能简单的认为所谓的机构票都没动，而是机构的重仓传统行业的票没动。相对来讲，其他的代表着先进科技方向的票还是动了，而且涨幅并不小。所以还是要看行业。那刚才也有人说，会不会是科技慢慢的退去，然后消费，然接棒这个科技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两个交替进行比较交替进行合适一点。消费是我们现在拉动经济很重要的手段，其实不是现在的问题，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在强调两个方向，一个是叫做大力支持那个设备更替，一个叫做大力扶持消费升级，对吧？今年年初这个两会的时候就定了这个两个大原则，所以消费在全年都在推。那么现在利用国补确实有效果啊，确实有效果，明年不知道还有没有，也许明年接着补呢，那么消费还可以拉动，那是一个。但是科技这条线是不可能断掉的，因为你不可能全部靠补来拉动消费就能维持经济，真正经济拉动的一定是科技。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压力大家都这个都知道，对吧？不光我们中国，全世界的经济都有压力，都没有增长力，这个时候你要拉动经济不靠科技靠什么呢？最重要的，其实这些年经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些年经济不好就是因为没有一项科技来拉动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从而拉动经济。就好像什么呢，十年前这个应该说十多年前吧，像次贷危机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对吧？当时就觉得经济没有发展动力了，紧跟着一把这个叫智能手机，就苹果手机的推出改变了我们生活，哗，十年走强。那最近十年好像没啥了，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现在还没有真正走到我们生活当中，其他的没有。所以说现在的经济，全球经济压力都很重，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一个新的科技推动。但是你要起未来要维稳经济，要拉经济，不论我们也好，其他国家也罢，科技是必然的。所以我认为消费科技应该交替进行比较正常。嗯，那其实陈老师，现在啊，大家有一个每一段时间我们来了解主要矛盾的这样一种逻辑思维。嗯，现在可能从我们这波行情924政策转向以后啊，在政策的这种推动过程当中，科技它是一个产业发展，它是一个产业革命，它是往前走的这个趋势。但是短期我们要解决的可能消费问题是这一次我们会议政策可能更主推的东西，这一点你怎么看？这是见效快。嗯，因为我们现在用补贴也好，或者用其他刺激方法也好，要鼓励大家把钱花掉去消费，消费了以后这个资金就流向了企业，企业有赚了钱以后就可以去买设备，买完设备以后就会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效率会增加企业的竞争的这个水平竞争能力，它是一连串的东西，就从上游的设备到中游的配件到最后的产成品到消费，这一条产业链当中任何一个点拉动起来都会带动整条链的运转。所以我们今年上半年定的是一是设备，就是更新设备是从上面拉动，第二个是最下面的人的消费上拉动，从这两个点去拉动整个产业链。所以见效快肯定是你补贴一上立刻就表现这个当月的这个销售额就出来了，对吧？像国补这两天，我昨天我还利用国补买过东西，买过电器，那就很明显的，没有国补我可能就不买了，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见效很快。科技呢，它肯定是个慢活，它是个长久的慢活，慢慢体现的。但是科技的对经济的作用就更加深远，更加长久，或者是更加根本。来看看啊，汪洋，就是短期我们看到市场热点是分散轮动比较快啊，那在操作上我们是听这个产业政策，听政策的声音，还是说用这个技术分析的方法再结合政策，就是你的短期策略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整个的一个传媒的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是有加快的，是的，但是我们非常明显会发现我们还是在热点这个角度上面啊，其实更多的还是在解释，就是它是行情先涨，然后我们再去用政策啊，用其他的方式去解释这波行情为什么是这个热点在涨啊，其实还是会有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现象。或特别是今天我们在解释这个行在解释这个热点的时候，可能明天还能冲高，但是后天冲高马上就得回落，就会回落，而且这一次回落这样一下热点的回落的话，很有可能是比较偏向于天地板啊，或者比较偏向于就连续跌好几天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觉得如果说不熟悉这种热点追踪的这样子的一种模式的投资者，其实去做热点的话，在最近其实就是风险率还是非常高的啊。从我的做法来看的话，其实杨子老师也知道，我这边更多的还是压回低吸的啊。所以我们只是在最近去做一些好股票啊，或做一些就是政策确实相关的，但是还是一些比较偏权重的、比较偏细分行业龙头的去做压回低吸去埋伏。然后只要有政策风刮过来了，不管它是
刮到一点，还是说它是轮动过来，或者说真正点燃它啊，一两根阳线我们就马上就减仓了啊，我们就赚这一段我们自己能看得到的这个钱，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我们说到一个比较偏中线布局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就是月线跟年线，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今年年底了，我们很多的月线年线基本上都已经快确认这个 K 线的形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其实我们每年到年初的时候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啊，我们2024年其实年初的时候也有，2025年今年我们马上也会有啊。从现在来看，从11月份结束的月线来看的话，其实比如说类似像互联网，类似像广告包装这两个，我们觉得是现在从现形上来说，已经大概能看出来明年至少上半年可能走的还算不错的。那可能到今年这个月的月底来看的话，可能我们月线年线形态全部定型了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明年上半年或者说明年整一年整个的一个节奏在板块上面的这个布局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觉得从政策方面已经是把政策的信息已经揉在这个 K 线里面了啊，所以说我们觉得是实际的这个 K 线走势是比这个政策本身要更重要的。那其实陈老师今天在盘面当中呢，就是昨天我们聚焦的这个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这个政策推动，整个市场的这种强势状态都看到，能持续吗？您怎么看？这个要一个观察吧，因为涉及到国企改革的问题，涉及到重组的问题的话，你要每个的独立去工作跟踪，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来炒作。当然概念炒作也可以啊，短期可以炒，纯炒，炒完了以后你就要这个快进快出，然后你要真的要赚大钱的话，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要长期跟踪下去。那其实我觉得刚才两位在阐述整个策略过程当中啊，觉得挺有意思，是两种风格。好像汪洋提到，就是说我就是用这种就是游资的思路，我短期有15-20的这个获利我就先拿在手里，但是刚才陈老师更多表达的是我更看好中长期的这种行情。我们两个风格不一样，风格不一样，风格不一样。我相信可能这波行情当中也各自有不同风格的朋友，他们对市场的体会也完全不同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跟我们通过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来分享啊，来看一下。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人气嘉宾沈纯将在12月15号啊，也就是本周日，公司与行业我们要进行线下交流会，分享跨年策略，解析看好的行业。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在有看头 APP 上购买，或者是扫二维码啊，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跨年的这个策略会，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另外呢，沈纯2025年的年课也已经上架有看头 APP 了，正在优惠促销当中，感兴趣的观众也可以登录了解。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继续和大家说说啊，近期在市场当中备受关注的 AI 应用。我们一会儿见。老凤祥提醒您继续观看。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3个世纪的经典。国诚投资作为老牌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始终致力于通过陪伴式教学，让投资者了解股市，更会投资。好，欢迎回来。近段时间以来的 AI 应用轮动保持着明显的赚钱效应。今天盘面上呢，受益抖音大模型豆包下载量登顶，那相关的软硬件个股可谓是集体的拉升。谷歌发布量子芯片之后呢，国内的量子技术应该说相关的企业也是纷纷大涨。尾盘受益教育部版权局发布软件正版化工作的通知呢，教育软件出现集体的异动。我们说如何看待 AI 应用它未来的空间呢？还有就是操作上应该如何把握呢？我们来看看两位嘉宾的观点。陈老师，就是自打这两天 Sora 说12天有12场发布会，它的这个技术
我们一睁眼它就有新变化，以后好像这个 AI 应用进入了一个加速期。嗯，我觉得 AI 应用是未来必然的方向之一，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也是各个国家必争的方向之一。因为到目前为止，刚才谈到没有经济来拉动整个，就没有新的技术来拉动经济嘛，现在来看的话 AI 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轮拉动经济的这个主要的技术的推动，只不过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叫走入到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我们中国，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投入量非常的大，但是怎么变现谁还不知道，将来不知道怎么弄。但有一点呢，是在我们各种软件就各种生活当中用到 AI 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那我是这样想，这个方向是肯定必走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就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上，我就不太去关注这个 AI 的这些应用软件是否能够在短期获得利润啊，你要稍微放得远一点，认为相信它将来会产生效益，就现在的短期利润不需要过于在意，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自己在申办当中操作的是这样的考虑的，就是其实 AI 有两大类啊，一类是类似于像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豆包啊、文心一言啊等等，它对标的是 ChatGPT 这样的一种大模型。那么我们做的相当的不错啊，相当的不错，已经开始追上他们了。但是我曾经对比过我们的这样的平台和ChatGPT 的这样一个比较，两边都有错误啊， ChatGPT 也有错误，相对来讲似乎他们的那个 ChatGPT 的错误率要比我们的要低一点，毕竟他们走的比较早啊，这是一个。那这是一个大家流行的一个方向之一啊，注意到这一点。那我更看好的是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呢？今天上半年说过，就是在人工智能，我们大模型没有他们起步的早，投资量没有他们大，但是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小的子领域当中，我们完全可以做到非常的优秀，对，这是这个我们中国的优势，因为我们的客户量大，在某不一定我们在大模型跟美国 PK， 但是我们可以在各个子的领域当中，也许是完胜他们，或者是更加适合于我们中国的国情。那这些的 AI 的应用方面可能更加值得我们投资者的注意或者留心，盯住一些小金砖的一些方向。嗯，刚才也看了一个研报啊，券商的研报，他也提到就是 AI 现在就是 AI 应用上啊，它包括 AI 基建，包括这个 AI 加玩具，包括我们说整个市场当中 AI 加算力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就是相关的一些个股呢，都是打出十几二十厘米的这个涨停啊。这些其实都是在 AI 的大的范畴中的某一些的小子的小的小赛道中表现突出的佼佼者。嗯，来，那从这个加速，就是 AI 应用有加速的这个状态啊，那这个汪洋能不能给出后市操作的建议？嗯，因为其实 AI 这块来看的话，算是热点里面延续性肯定会比其他的这种热点要强啊，要强。如果别的都是走一天一天半左右的话，那 AI 至少要走到三天半到四天这样子的一个时长里面去啊，而且最强的话啊，不排除走出十几天这样子的一个强势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因为它一方面是有这么一个合力在那边，而且大家基本上都是共同看好 AI 这个方向，而且它是一个主动往前去一步步往前面去跨越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整个的一个技术革新这个角度上来说， AI 是我们革新这个间隔最短的一个啊，可能是它会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于像奇异点啊，人家都会说2025年可能会有一个奇异点，很有可能是在软件在 AI 这个角度上面会出现啊，所以说它是一个转折点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它的一个延续性肯定是要比其他要好的。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啊，就是说为数据这件事情它更多的是要有一个脱敏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很多的数据你要喂得对，你万一当中喂得错的话，你其实还是要走很多的一个弯路的。所以说我们在就其实这是两个速度，它是一个并行的这么一个状态，一个快了以后另外一个要跟上，如果跟不上的话也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说会出现
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它会一波拉涨拉得比较高，但是的话它调整回来其实幅度也挺大的啊。所以说对于热点的角度上，合力的这个角度上面去看的话， AI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方向。刚才也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今天豆包应用只是因为其他 AI 应用涨高了，找了一个低位，真正有看点的是 AI 端侧的芯片 SOC 还有 AI 的这个眼镜啊。陈老师，就是今天可能也有人说，像这个乐芯啊、创元啊，就是这类个股啊，它就是靠近这个 SOC 这个芯片端的一些爆发。对，芯片我也会不会分化？分化怎么说？就是在 AI 应用当中会不会分化？分化应该很正常，分化很正常。大方向我觉得不会变化，不论是 AI 也好，芯片也好，这个应该都是未来可以期待的方向。那当然里面个股出现分化也很正常，某个公司特别的某一项东西特别的受欢迎了，也就暴涨了呗。那有些公司可能碰点什么麻烦的股票就跌了，那基本面还是要跟，但方向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分化。两个不论偏硬的芯片类啊，还是偏软的应用类，应该都有前途，都是我看好的。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在线上的周子吉。周子吉，对 AI 应用未来的行情如何判断？这个里面它包含的方向其实很多啊。刚才有老师说这个计算机的软件端啊，也有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这个硬件端，然后呢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终端产品。其实我现阶段我更加看好人工智能的这个终端产品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 AI 嘛，对吧？你炒的再热啊再火，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你没有一个好的东西做出来，那我觉得消费者是不会买单的啊。那最终我们还是要把它做成东西，把它卖出去嘛，是吧？所以我看好 AI 的一个应用端，或者我们再准确点来说吧，就是这个终端电子产品在 AI 的赋能之下的一个重新定义的一个机会啊，可能有点拗口啊，就我解释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嘛，对吧？汽车被 AI 赋能之后，就升级为这个智能汽车。然后手机呢，就是什么那个华为的 Mate 70啊，是被这个 AI 赋能之后呢，成为这个智能手机，是吧？包括手表啊、眼镜啊，被 AI 赋能之后成为这个智能手表和智能眼镜。所以，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说这个所有的电子产品啊，那么被 AI 加持，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它能够有多大？所以我还是看好消费电子啊，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消费电子的这个景气周期，它就是由这个技术进步所引发的这个新的需求驱动，是吧？我们概念什么呢？我们炒的再多啊，然后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落到产品上面吧。我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出去。就是我看好人工智能终端产品，而且我认为这个空间，我觉得未来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看好消费电子，它的景气周期就是因为技术进步所带动的一个需求嘛。那么第二个，其实消费电子我刚刚讲过了，就是我们刚刚在讲消费的时候，我也讲过消费电子。那么它是有一个双重属性的，它既有消费，它也有科技嘛，也有人工智能嘛，就三重叠加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包括国股嘛，所以我觉得在当下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去找一些确定性比较高的方向。那我个人观点，我觉得消费电子啊，既有消费加持，也有科技加持，对吧？它还有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亮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那，我后续的话，那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我继续去看好它。好的，好的，谢谢周子吉的分析。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互问互答，大家有哪些板块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来一起分享对话。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扫码领取选股策略。那有更多的我们的严选好公司、跟踪强风口的内容，那第一时间获取大咖分析师的行情解读，关键时点给您方向，那更有惊喜等您来解锁。好了，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明日见站。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明日前瞻之前的这个互动啊。那陈老师，有人说您刚才提到要做中长线啊，那大金融板块目前走势不佳，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中长线的布局？大金融嘛，三个嘛，银行、保险和券商。嗯，如果我现在所有的判断都建立在明年会涨的前提下啊，就会明年会涨的，就是刚才说的相信我们管理层的能力的前提之下，如果假设明年会涨的话，相对来讲这三个里边券商是可以看的，对，很简单的道理，行情涨了，手续费高了，成交量大了，这个券商日子就好过了。所以在十月份的那一把里，券商股涨得蛮凶的，然后最近券商股都休息了，对吧？因为现在是行情不动了嘛，盘在这里。那如果明年接的行情还有机会起来的话，那么券商股应该是首选。至于保险和这个银行呢，当市场往上涨的时候，他们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弹性比较弱。他们的优点在于当市场弱的时候，他们的抗跌作用和相对这个叫做防守的性质就能表现得比较好。所以说如果你看涨，那么你就看看券商，如果你看跌的话，那么你就考虑一下银行和保险啊。所以说不能讲一概而论就这个大金融都没戏，相对来讲还是可以看一看。嗯，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周子吉。周子吉， AI 加医疗怎么看？AI 加医疗它应该说是属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段啊。那其实我之前也讲过这个方向，我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看好的啊，因为相比较 AI 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段啊，可能涨幅呢它可能就是比较高嘛。但是呢 AI 加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没有怎么涨的啊，或者说有那种低位补涨的需求的啊，比如说 AI 加这个医疗， AI 加这个建筑，对吧，加设计等等，这一批没有涨的啊，但是也有 AI 加持的方向，我认为从短期来看，在板块轮动之下啊，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这种去表现的机会啊。好的，好，再来看看有人问，动漫谷子经济未来走势如何？我们看看汪洋的分析。其实从整个的一个经济上面占比上面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这么一个市场啊，但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持续性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在所有的热点如果都炒过一遍没有热点的情况下面，它走出来一波行情，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但是我们前面也说到，就是说如果说它是属于补涨类型的话，跟前排先涨的那些来看的话，你的涨个的涨幅和你的这个多头的延续时间都要打折扣啊，都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其实今天还有人问到固态电池，陈老师能不能给回答一下？这两天好像大家就是对低空固态电池 AI 应用好像这个咨询度比较高一些。如果你谈的这三个 AI 应用、固态电池和低空啊，假设叫我看的话，三个我把固态电池排最后，因为它可能会应用的更晚一些，要想变现的时间点更难一点。这三个当中这个最长久最现实比较长久的应该是 AI 应用啊，然后未来有可能有爆发性潜力的是低空经济，才可能会过上一两年以后，一旦政策技术到位以后可能会突然的爆发，那是低空经济是值得留心的。但是明年可能没有那么快，我想因为相关的东西法规还没来得及，不可能那么快出来嘛，对吧？所以它要慢。但是如果一旦真的走上正轨的话，那可能是一个爆炸的东西，也是一个有机会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一样东西，所以是值得长期留心的。那汪洋，有人问地产板块这两天是不是也是在政策期待当中啊？今天就有地产的个股是地天板这样的一种走势，对地产未来如何分析？
那今天第一天板呢，基本上都还是属于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公司啊，可以看成是这种比较大的游资在里面做一下试探啊，看看整个市场摸一下水温这个概念啊。如果说明天冲高，如果出现大量的抛压的话，它反而马上就又回去了啊。所以说最近这样子的一些试验型的这样子的一些动作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导致大家会觉得，哎，今天热点好多，但是没有一个延续性都很强的这种走势出来啊。所以说最近的行情客观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就对自己不熟悉的行情不要去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房地产本身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如果有一些公司，有一些房地产的这个上市公司去做一些转型，比如说不光是盯着这些这个存量房也好，住宅也好，我们这个保障房也好，这个房屋的这个结构封顶也好，这些其实都是去消化一些存量库存的这么一个方向。其实如果我们觉得如果要去做一个房地产增量的话，可以多看看这个丝绸之路这条线，我们觉得会比较好一些。就是我们内部可能它的一个房地产短期里面它的一个需求，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偏饱和的状态的话，但是如果说这个丝绸之路这条线上面，其实因为公路造好了以后，更多的就是旁边就是房子嘛，对吧？所以如果先转的，那可能会先去炒一个，但是也是概念型的啊，也是概念型的，没有那么快能落地。有人问无人驾驶，其实刚才说固态电池、低空经济哈，包括 AI 应用哈，其实这个低空，就是无人驾驶，应该是跟他们也是在同一个就是相关的，就是非常有关联性的这个行业啊。其实无人驾驶不是已经是沸沸扬扬，现在已经应用的很多很多了吧？如果你谈无人驾驶，还不如直接谈这个新能源车，对吧？还是这样的，就是它 level four 以后啊，就是动力就是向智能转变哈。很好，我个人的看法啊，因为它都架在那些车上面，都是新能源产业链这一块的，很好的技术，未来一定会应用的技术。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新能源车实在是内卷的太厉害，这是一直蛮让我担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不把它作为重点了，这个实在是价格战打得太凶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好的，那刚才给大家做了行业分析的回答，供您参考。好了，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明日前瞻。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好，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明日前瞻。今天呢，特别就是跟鞠磊老师问了一下，因为我们周一周二啊都有请他来做观点，他给出明天的这个方向是还是震荡为主，后面看成交量如果到2万亿左右就可以去修复就是阴线的一半，就是昨天高开低走的那个一半，因为关键还要看成交量。陈老师同意吗？我是看结果然后决定后面怎么做，我就很难去猜，就是说成交量达到多少是能够回到多少，我没有那么强的像距离那么强的本事。那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说明天出现阳包阴，就把昨天那个阴线吃了到一半，我还不满意，要超过一半，就昨天阴线一半要超过去，基本上把它盖掉，那么有可能这个市场还可以接着往上冲，也就是对利多政策的反应迟钝啊，用这个词儿比较贴切的，反应迟钝，第三天才反应出来。那如果说明天还是出不了这个阳线的话，我就回到刚才前面所说的，最开始第一段所猜的，大概率可能距离调整时间上不远了，因为三天都不反应，
恐怕后面就很难反应了。嗯，就是你觉得就是趁热打铁，如果这个反应不够强烈，说明整个市场没有在这个点上有爆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嘛，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嗯，来看看这个汪洋。嗯，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昨天中阴线的半分位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但是我们觉得大票上面，特别是主板这块，攻过去的概率真的太低了啊，太低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能够反包上去的个股，基本上都零散在各个板块里面，它没有形成一个合力，没有一个或者几个板块能站出来说我能把这个有信心把这个指数能够抬上去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个震荡回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一波的斜率和我们就是十月底或十一月份的这两波的这个回落的这个斜率来看的话，肯定是要低的啊，肯定是越来越低的。所以说它的最末端的这个点肯定是比前面的高 重心是要提高的啊，提高完了以后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去做一波向上的一个攻击的。 那我们也会观察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有一些这个投资者朋友说，哎，我问了一些问题为什么没有被刷到啊？确实是没有看到。您如果看到我们没有及时回复的话，您可以再来问一遍啊，但是不要刷屏啊，这也是我们互动过程当中想跟大家交流的。那陈老师，其实还有人问说会不会上证跌破3400点，就是现在就是如果是区间震荡的话，可能有人跌穿3400也没啥了不起的，有啥了不起？它底部是在抬高的。对呀，对呀，现在也就180点的空间，跌穿了也没啥了不起，不需要在意这么一点点的差异吧。如果是说认同明年会涨的话，也许明年你看到的是一个你没想到过的一个数字呢，你还在乎这100点干嘛呢？不需要太再纠结这个。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陈敏、汪洋还有周子吉，感谢三位。那稍后是我们的财经夜行线，明晚我们再见。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全球视野、宏观经济、行业趋势、市场环境等多维度，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5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这是一个关于他的传奇，北京时间12连整，我要想做一件事情，我是会奋不顾身。苍茫的土地上孕育生命的希望，每一个他都在科学的春天里破土而出，向阳生长。每一个他头顶苍穹，脚踏实地，每一个他攻坚克难，百折无悔，心系火传，代代相承，春风化雨，生生不息。传播推进技术。
我们做了10年的国际救援队，面对的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主要从事的是网络安全的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设计。每一次卫星发射任务能够圆满完成，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我经常带着孩子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就会对他说，天上有12颗星是妈妈曾经参与研制的。探索没有知道的世界，并且脱学并在尽你的责任。每一个值得尊敬的他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守护人类前行的未来。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